分享美好，我是秦时月。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个钩针小财神挂件的钩法。那我这里呢今天用这个粉色的线作为演示，大家如果在钩的话可以换成这个红色的线。下面我们开始吧。我们先环形绕线，钩针插入线圈，钩六个短针，拉紧线头，前后引拔。下面我们第二圈开始加针，加针的规律是每一个短针里勾两个短针，加完针之后一共是12针。在这里入针，在同一个针目里勾两个短针，第一圈勾完，我们做个引拔针。下面的第二圈、第三圈、第四圈、第五圈，我们的加针规律是：第三圈隔一针加一针，第四圈隔两针加一针，第五圈隔三针加一针。加完之后，一共是三十个短针。大家按照这个规律把它加完勾好。第五圈我们勾完之后一共是30针，然后第六圈、第七圈、第八圈我们不加不减的勾完三圈，一共是30针。大家勾完后我们开始勾第九圈。第九圈的话我们要减针，我们看一下减针是第九圈是隔四针减一针，先勾四个短针，然后后面的两针并为一针，三个线圈一次性的拉出来，这是减针。我们做个前后引拔，然后我们第十圈不加不减的勾25个短针，这里我已经第十圈已经快勾完了。第十圈勾完，我们勾第十一圈，前后引拔。十一圈的话，我们要减针，先勾三个短针，隔三针减一针。三个短针之后，然后我们用并针勾出来，下一个针目把线勾出来，然后钩针挂线一次性的拉出。
我们前后引拔。开始勾第十二圈，十二圈是隔两针减一针，先勾两个短针，然后再两针并为一针。第十二圈减完针之后还有十五针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往它的里面塞一些填充棉。我们勾第十三圈，第十三圈是隔一针减一针，勾一个短针，然后再勾一个短针的减针。第十圈勾完，我们前后引拔。我们勾第十四圈，第十四圈的话就是两两并一针，减完针之后还剩五针。三针，最后一针可能有点不好，请抽针。大家勾的时候，用这个手可以放在这边。把这个棉花不要让它勾出来了。那剪完